那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类型化的累积啦。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文史学科的人，我们这个平常不自觉，可是这其实很重要。像看以前人编什么编类书，所以你不管讲到什么，他其实你讲到天，他后面跟随着天，他一大串的分类在天后面，他就可以想到很多的东西。讲到地，他就有一大堆的地，地下面的分类还有山，还有川，等等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说训练我们的也是训练我们的文史功力的一大助力。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类这个地址这边记载通常是它的两个最重要的籍贯一个就是它的本籍比如说朱熹他是生在福建的，可是他本籍是怎么样？婺州那别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S 的资料结构它其实会在下面跟你说你这个小分类总共有几条你现在看到的是几只几比如说朱熹的别名非常的多我这个设定然后到后面呢看不到好，这个好，我改一下这个设定好了。这很麻烦，因为我的眼睛已经不是很好了。不过过了这个暑假，我的眼睛就会变得很好。要去动手术，白内障手术。125，希望是下一次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是没有戴眼镜的。换了一台新电脑，这个新电脑速度怎么比原来的电脑还慢很多？还给我当掉本来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叫子资料表的概念就是它一个表单里面，它就可以安排这个就我们说。关联式资料库很厉害的地方，它的呈现呢，它可以透过表单的安排把在不同资料表的资料怎么样串联起来，而且串联起来以后用它想呈现的方式来呈现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你们的荧幕好，你看你输入的运算是参照到已关闭或不存在的物件所以就结束，然后呢进行怎么样资料表的串联全选确定文件。这次好像开的是 CVDB base 复习一下刚刚说的完成串联以后关闭就可以进行查询大概是开了很多的把 Google Earth 这是 Google Earth 的桌上版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线上版所以桌上版也不一定需要刚才是王一定要用滑鼠敲的样子，用那个按 Enter 键不行。有没有在跑？正在计算吗？非常的慢。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看它的类别，类别下面都有它的总数和你的资料的个数你可以到最后面你就可以看到5×5它的注数3×3这个当然是不是怎么样历史的现实，这是怎么样？资料库里面有的资料，这个也是
使用资料库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他们念资讯系的都知道怎么样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你倒进垃圾，你得到的也是垃圾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资料库的原来的资料啊是怎么来的啊，你才不会怎么样啊，才能够善尽啊资料库的优点，然后避免掉啊资料库本身使用的时候可能有的陷阱。啊，这个是我们在用全文检索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啊。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些类别啊，那所谓的社会区分呢啊，就是他会给他一些社会区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啊？比如说啊，资料库里面宋代的资料最完整，所以你可以一下子就说我要研究宋代的书法家，啪啊，宋代的书法家利用社会区分的检索。那宋代书法家资料库里面有的，资料库里面有的，啊，一下子都出来。那这个就我们说的啊，如果你是专门研究宋代书法的人，说，哎，这个资料库不完整，你把再把你的资料自己输入，你就可以和怎么样其他的资料，啊，一起啊就合起来分析。不过目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已经把那个输入资料的功能，啊，因为很多的因素啊，他把它锁起来了。那啊，德国有一个学者现在希望做一个线上版，啊，做一个线上版的话，就第一个，因为这个是用 SS， 用 Mac 的不能用，啊，那线上版啊，它就是要怎么样啊，可以让你自己再增加资料，就变得比较容易解。好，所以这个就社会区分，然后啊，财产啊，这个在西方历史很重要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因为在哈佛建的，就想说，哎。啊，做那个比较历史研究的话，这个很重要。可是啊，中国的史料里面关于财产的记录怎么样？非常少，所以几乎啊是空的。啊，出处啊，就是资料库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你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啊，其实要详细的记载啊。那如果你们回去看我刚才说的那个资料表啊，就是说个人传记资料的啊那个主要资料表啊，后面还有谁？是谁输入的？是哪一天建制的？后来有没有被修改啊？是谁修改？什么时候修改？啊，就是说这个就他们在资讯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就记录怎么样，你的资料来源还有你的资料啊是怎么样啊跑出来的啊？那当然在 CVDB 啊，基本上啊不是啊这个很完整。社交机构。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理论上这个就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群体传记学的一个重点。怎么忽然变得很热？我还是需要26度。好啊，可是这个也没有传记，这个就像什么啊？比如说台湾文学的一个啊标准的研究题目啊，诗社的研究啊，到底这个诗人参加过古典诗人参加过几个诗社？那这个就是你看，就说你的所谓的社交机构就是类似这样，你的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传记学的研究的这个好单位。可是啊，这个 CBDB 这方面的资料啊，也应该是几乎没有啊，因为啊不是很好建制啊，就刚开始有一些想法啊，可是啊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你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啊，然后那个资料。投入资源以后啊，所产出来的资料到底对研究上的帮助是多大啊？这个其实有一个效益的考量。那主持在哈佛主持这个计划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所以他就是那个行政的能力要很强啊，不然你看看这个计划现在已经第13年了，每年都要募钱，所以我们就说这是几千万。啊，请很多的人，几千万。等一下我们看，就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不感觉到，可是如果你们去看他的啊资料的串联，还有他资料的那些，想想看他的资料是怎么来的啊，就知道这个几千万绝对不是唬人的啊。好，我们现在啊，赶快看一下啊这个啊第二个功能啊。那同样的啊，就我们刚才的那个概念啊，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选项啊。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功能的选项啊是在上面啊，那你执行了这个选项以后，你就可以叫它查询，查询以后就会有结果跑出来啊。那入室方法
这个也是地质中国啊世人精英的一个重要的，我们今天大概不会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也很难讲。入世方法的话，啊，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是什么样的概念？我曾经在一篇啊学术性不是那么重的论文里面写说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大部分人都进大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是士的时代啊，没有农工商啊，农工商变成少数，和以前的地质中国非常不一样。好，所以啊，如果我们把入世方法转成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语言？是什么东西啊？玉米？选举？错。入世，我说已经普世化的，就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啊，这个是可能是很重要，就是了解，我们要了解当代社会啊，就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啊，你怎么样得到第一份工作的？啊，你是应征，你是官说，你是内聘啊？你看就可以做很多的啊这个社会研究。那当然啦，啊，你就说，哎，就是玉米刚才讲的，如果要更那个的话，你就说，哎，你怎么样进入政府单位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可是因为我们这个结构已经改变太多了，这样比较不一定。好，那简单来讲啊，我们第一个选项就是选择入世法，它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政府官员的呢？好，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分类啊，在左边这边你看，就是分门别类的。我现在对双唇音越来越有问题啊，唇音非常有问题啊。好，所以啊，比如说我们说啊，宫廷门啊，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哪些细目啊。那如果有加号的呢，就表示它啊，这个主要类别下面还有次类别啊，那你就可以啊，用类别的搜寻。我们找一个比较有趣的啊，这个其实是以前啊地质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进入官场的恩印啊，就是你没有经过科举，可是你父亲是大官啊，皇帝就说，哎，你这个官位你可以推荐一个你的亲戚啊进来当官啊。周敦颐啊，因为我是做理学的，周敦颐当官好像就因为他舅舅的关系啊。好，那你看我们有了这个类别，你就可以选举。那上面这个呢就是 select all 啊，这个选项就是选择啊这个子目的所有。那选择了子目的所有以后还要进行选择啊，执行选择的是下面这个键，所以这个有时候会搞混啊，它设计不是很好。可是事实上我们要按这个键，它才会把它带入啊，就带入这个选择入世法。啊，那同样的这些栏位呢，你不能直接输入啊，因为它就是避免你输入怎么样根本不在这个分类里面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它就变成 N 一门的 O 选择入世法。选择入世法以后呢，你可以怎么样再选时间啊，时间我们让它从啊找小一点，刚才开错了。啊，我们让他从宋代以后找到清代的末年啊。好，那再来啊，你可以看到啊，他这边有选择，就是利用啊始终年啊，利用始终年就生年卒年了啊，就是如果资料库有的话，那另外呢还有利用入世年啊，比如说啊，我们知道哪一个人考上进士，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年卒年。那利用这个入世年，就会比较精确的就看到他的啊入世年是不是在啊这个里面啊。然后下面的另外一个选项是利用子数年啊，子数年的话概念有点复杂，不过你们回去可以看手册啊。那他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哎，如果有一个人生卒年不详，那怎么办啊？所以他就想象出，因为啊，生卒年不详的人还蛮多的啊。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把这些人明明在资料上有，可是你不把它放到资料库啊，就会出问题。可是你把它放到资料库呢，你又没有办法利用时间啊这个选项去把它跳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你现在就知道资料库设计的，你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想到问题以后，他们怎么解决？解决的方式就给他一个指数年，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同辈的朋友，啊，那我就说，啊，这个人的生卒年大概就是和他的朋友差不多，啊，那这样不能很准确的确定他的生卒年，可是可以利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把他找出来，啊，那。在 CBDB 里面啊，生卒年基本上是一个人60岁的时候，啊，那你知道以前的60岁就和台湾岁是一样，是虚岁，不是实岁，啊，所以如果你是除夕生的，你第二天就2岁，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一个人60岁，啊，然后他有一大堆推估的推算的规则。比如说你是某人的弟弟，然后你不知道生卒年，可是你哥哥的生卒年知道，他可能就减2减3，啊，这样来算，啊。好，所以就利用指数年可以帮我们找到。所以，在利用 CBDB 的时候，如果，你的主题和这个时代很相关的话，通常你会就不同的选项，就我说的不同的选项，你就是，多试一试，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用 Excel 综合很简单，然后马上就把你就是重复的就删掉，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比较完整的表，那这个就是不得已中的想办法解决的方式，所以这边呢就是时间的选项，再来呢有地点的选项，那地点的选项同样的，你不能自己输入，你就是要选择地名，那选择地名，它后面呢有个，你可以过滤，你可以检索，你也可以过滤，那所谓的，这个检索就是说它就会出现第一笔查到的资料，所谓的过滤呢，比如说输入新庄2个字，那资料库里面有新庄的，这一笔资料就会被过滤出来，那比如说，那这个可以讲一下，这个和研究也很有关系。在 CBDB 里面建地名的原则是以朝代为最大的单位，所以再来再依照它的行政区域来进行，比如说宋代有新庄，那宋代的新庄和元代的新庄是2笔资料，那如果在元代新庄的时候，这个新庄的区域有改变，比如说，过了5年以后，新庄被切成2块，那这样的话，那个新庄，前面的新庄就会有个起始年，开始的年代和结束的年代，然后后面呢就这两个地方呢就又会怎么样，各有起始年，那如果后面这两个地方，过了10年以后又被合成一个新庄呢，那在 CBDB 里面就会有另外一笔新庄的资料，然后这笔新庄的资料虽然在元代，可是它起始年和怎么样，和第一个新庄的起始年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资讯学，就是说你看它怎么样利用这个表格来解决，就是说复杂的历史现象的一个方式，那很多方式当然，就是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怎么样更好的，那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试了，我们来过滤一个什么，过滤一个泉州好了，好，我们来过滤一下泉州，你就可以看到它怎么样，它就，泉州，我们就说选全部的泉州，好，然后就看看泉州就可以查询了，选项选完就可以查询，哦，糟糕，没有用，没有录到声音，没有关系，不管了，林静智大人在这边，有点可怕，好，就可以看到就是怎么样，有3笔资料，三笔资料就这些人是怎么样在泉州，然后在宋代以后，清代结束以前，然后利用恩印的这个方式进入怎么样政府，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快看资料，然后你再看一下资料，那 就一个秋莲诗比较奇怪，好，那查了资料以后呢，
就可以怎么样啊？这个看一下上面的地名的选项，还有输入地名。那输入地名其实是他们的翻译的，在台湾应该说汇入地名，就是怎么样？你可以选很多不连接的，你可以选泉州、湖州、啊、北京、啊、你可以选这三个地方。那个做法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下、啊、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准备一个清单，然后你就说这些清单是我要比较、啊、我的研究地点是怎么样，惠州、啊、和婺州、啊、还有、啊、这个、天津、啊、这三个地点的比较，这个很 OK。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你利用清单的话，你客制化的能力、啊、就更强，等于是你先经由 人为的筛选，然后再将它依照这个人为的筛选去进行、啊、资料的截取。好，然后再来呢、啊、我们就这个太少了，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比较、啊、我们先重新来做一下、啊、我们说正常科举、啊、然后进士科、啊、这边有两个进士、哦、对，怎么表有一点小哦、因为它前面有英文翻译、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资料库厉害的地方，它是直接把怎么样，把这个官名的英文的译名、啊、就固定下来了。所以以后比如说你要写英文论文、啊、你不知道一个 中文的官名怎么样翻译，你就直接用 CBDB、啊、那也可以查到，因为它是双，基本上是双语的。好，那这里的选举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选一个、啊、那我们可以选呢一堆、啊、可是我们在里面没有办法做的这个 CBDB 设计上的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选这一个，然后隔两个再选一个，这是做、就是他选他一定是选这个区域、啊、他不能跳着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用清单的话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啊、可是目前就是说它在预设功能上是不行的、啊、好，我们选进士好了，我们做一下元代以后的进士啊，进士有两个，哎，他为什么不让我选？哎，两个也不行啊，一个也不行。哎，真的，哦，他只能选一个，好，两个也不行嘛，好，两个也不行，好吧，他只能 select all 或是 select 一个，哎。是这样吗？啊，只有在上课的时候会用，平常其实很少用。啊，真的是只能选一个，好吧，选一个笼统的特重进士，啊，就我们说一般的进士。好，然后再啊查询一次。啊，哎。泉州没有这个时间啊，好，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选了特定的地点，那我们要取消呢，我们就选所有地名啊，那这样的话啊，就可以查询啊，只有这几个，嗯，好吧，这个因为怎么样，宋代的资料最多，所以你如果查其他朝代的话啊，可能就会少很多，好吧，我们啊，让它从宋代开始，宋代。好，就一下就找到、这个特重名进士、451个。好，那这个所有地名下面呢、它还有一个 use XY references、它可以、用经纬度去查。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呢？那有这个设计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形、新庄被切成两块了、有两个新的地名，这两个新的地名在表面上跟新庄、是不一样的、可是在经纬度上面他们是怎么样紧邻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是要查区域性的东西、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那即使它地名改变了它还是会查怎么样、就在这个 XY 周边的啊、这些比如说你用新庄的经、XY 去、X 轴 Y 轴去找，它就会找、邻近的地点。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结果，有了结果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资料输出啊。那资料输出我们刚才说过了，你可以敲这边啊，直接贴成怎么样 Excel 表啊。那你也可以，它有预设有一些啊保存的方式啊。那你看它的格式就是怎么样，保存于 GIS。那 GIS 后面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这个简体字的内码，第二个呢是万国码，那下面呢是 KML， KML 就是怎么样，就 Google 在用的地理坐标，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输出来，我们现在好。这个等一下让大家玩一玩啊，就你把它选 KML， 然后你把它存起来的话，啊，在文件我们就说送以后的近似啊，送近似啊，好，我们把它存起来啊，你它就开始存了。他就会把它存成啊，就是 Google 可以吃的格式。真的很慢哎。存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Google 把它打开啊。你可以用 Google Earth 打开，你也可以用怎么样啊 ？Google Map 打开啊。那用 Google Map 打开呢？你看我有登录啊。那如果有登录的话，你有时候可以把资料直接存到怎么样啊？那个你的云端硬碟啊。汇入啊，然后我们就把刚才的。送进室，开启。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在 Google Earth 上面怎么样，就显现出来。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说还。推荐大家用就是 Google 它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怎么样GIS 的系统。那我们今天也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就比较复杂的 QGIS。那 QGIS 它就比较类似专家用的地理资讯系统，不过它是免费的。那它的图当然也比 Google Earth 要精致很多。然后你可以控制它显现的选项也很多比如说你就可以让它统计就在每一个州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等等等等。Google Earth 也能做不过你要做的话就是要用那个台大国发所那个邓志松老师他有开发出来的，就结合 Google Earth 的，可是可以做，也可以帮你做一些统计。比如说你的单位设好，那你这比如说这个一个平方公里里面的人数是多少那它是可以做的那这个 Google Map 显然有一点问题怎么放大以后的，你看它就跑不出来了好，我们把荧幕还给大家让大家怎么样练习练习你们试着找一些看一下，就是室友经验那个怎么样树状的分类结构图那想象就是古代的官到底有哪些官，然后另外一个就我们说在方法论上就想一想，就是说那这树状图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以前所说的工具书了这个当然可以比如说有宋代职官表或宋代职官词典那有这种书以后，你就知道它就可以里面
就是说那个编者可能就会自己分类、那更不用说西方的研究者、那西方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必须要翻译，所以他们也是很早就有那种标准化的中国官名的词典、当然不是很详尽、可是那就是他们刚开始的，那有了这些刚开始的资料，他们就可以怎么样不断的这个扩充。好大家可以试试，比如说找出资料库里面总共有几个宦官呢、好，大家一起做这个题目好了，比较那个。你找出来以后呢，请举手跟我们讲说，资料库里面有几个宦官？那你可以看它设定的年代是怎么样，从公元户2000年到1911。户两百年户两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和户两百年，你怎么说户两百？公元前两百年啊，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哪一年啊？重要的日子，帝制中国的开始啊，公元前221年，所以大概是秦朝到秦朝。好，然后试着把你的资料输出来，然后放到 Google Earth 上面，你也可以放到Google Map 或是 Google Earth 都可以。换一下。好，有问题的话请举手啊，我和那个汉翔可以过去帮大家看一下。然后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就记住我们的五个大的步骤就是设定选项、执行、观察结果、输出结果，然后视觉化结果。不一定要登录，它那个旁边应该是有个类似一条一条三条线的那个选功能表。对，然后不是，要选那个啊，就可以讲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怎么好像已经宕掉了？好，那个让大家看一下 Google Map 的那个功能表那 Google Map 的功能表其实在这里所以你就按这里的功能表那你可以登录，你也可以不登录那登录的话，它会有，应该是有更多的选项可以保存你的那个这边的话应该是你的地点，就是在功能表里面选择你的地点然后选择地图然后选择
建立地图，然后它就会很慢。好，选择地图以后呢，就可以汇入啊，你就你那个啊，移到汇入那边，他就跟你说他可以吃什么样的档案啊，那你就选择汇入啊，然后再选择档案的位置啊，然后他就会上传啊，上传完啊。那就等它载入。好，可能是我的电脑比较慢，非常的慢、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操作、啊、不过就是让大家、就是小小尝试一下视觉化的这个过程。那这个 GIS 的软体以前都是很贵、啊、因为就可以看到说它是做很多、重要的事、啊、所以各位刚才看到这 Google Earth 或是 Google Map 不是很理想，可是它已经很不错了，等于是对大众开放的这个知识工具。那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看 QGIS， 或是大家回去可以看我们已经做好的这个录影教学，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更厉害了。好，做出来的请举手。所以、在资料库里面宦官大部分都是从哪里来的 啊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啊，两个而已啊，没有人，怎么会没有人？宦官你不要按进来说，依然在场，宦官应该有，有。好，现在我们有第一个答案是零，还有呢？117，好，那117大部分都是在哪边呢、啊？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地图和表格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从表格，你很难回答，就是说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南方、西北方或者北方，啊。那可是如果从地图上的话，你大概很快的就可以回答、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近视的表，很明显的就是在、海岸，还有怎么样四川、啊、就离海岸和四川中间有空白地方，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四川。好吧，就请大家继续玩、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你们可以改变，就观察一下你们的项目。重要的就学会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五个步骤、第一个就设定选项，第二个、就是执行、第三个就是观察结果、你执行以后结果就会出来，我们就观察结果。第四个保存结果，第五个就对于结果再加以加工。你可以、把它弄到 Excel 表啊，你可以、把它视觉化 那就是、操作都是类似的、那我们等一下会操作虽然是类似的，可是你输出资料以后它能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很好的跟上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有录影、然后我们之前又特别请那个师范大学的李宗翰老师录影、所以你们回家自己看录影、那他就更清楚，而且、没有时间的压力、那你们就知道这个很厉害、所以你也可以做怎么样、这个文武的那一方面的这个资料、
那这个在中研院当然明代有人做，宋代比较少人做。啊，你也可以看到文武的情况啊，你看你就现在问的问题就可以变得非常不一样。好，宋代的文武关系和明代的文武关系啊，有没有什么样显著的啊差异？你还是零吗？要找别人有，好，那那个我们就啊连接着下课，那大家累了可以休息一下。那有问题的话就举手。